这边请，你看，这树，这树。柳姑娘，本王第一次见你，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许氏臣女长得平平无奇，大街上随处可见。哦，是吗？哎，臣女脱发就急，头疼得厉害。你没事吧？没什么大事。 臣女就是看到人多，就会心悸。那你去西厢房女眷处休息吧。多谢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给我压压惊。不是。 这不是您的呀，这是……谢谢啊。这茶水怎么比酒还烈？哎，姑娘，我看您面色不佳。 殿下，二哥，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哎，弟弟，如今做了太子，都不跟哥哥亲近了，寒心呐呀！韩真，送成王回席坐。是，成王。寒心呐，寒心呐呀！ 王爷酒醒了，韩信，韩醒了，本王自己走。